個恭喜曬啦嘛！九龍城區喺香港打開勝利之門，其實佢贏咗都跑唔嚟嘅，上一場都已經跑得好好噶咯。係啊，咁場又好彩啊，都係特勝退出啦。咁特勝退出啦，因為我哋上次都係好最強對手。咁今場啊，希威森都發揮得好好啊，我覺得你睇到佢走位啊，蝕翻入去啊，佢都搬到零起二邊嘅三位啊。完全係做啱曬，係跑跑物影嘅，贏馬個 pattern 啊，贏馬個方式簡直係咁得。同埋今次係咪都跟前翻少少的多咗咧？係因為賽前股票嘅步速一定係，我估係中等啊，或者佢走喺龍柱股中等至正常啦，我覺得。但我喺個入行嗰幾日買應該唔會好快嘅，佢要跟翻前少少咧，就去有利咯。都係會等翻2000萬以上嘅路程。係啊，因為啲細只啦，1028冇一個長度嘅，更加多隻五百啦，俾咁多嘛，我訓練費多謝曬你。Okay, 再次恭喜成哥，多謝你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唔該曬你 ，thank you。